差点吓到人了。我是刚刚的这单呢，2014年9月24号，瑞八瑞，哎，那个什么，台北捷运，双线南京复运站了，318次，7:04出发是，这是318次开往新店土新店的刚刚很刚刚的时间哈。有737型、737列、308、307编组，但刚跑半了。差点忘记南京，这样下。好了，我刚刚去搭捷运，搭文湖线了，就那样，拜拜。